头发卡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illy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真。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的 Billy Talk Show，Talk and Show。好，孙先生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问题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举手，手借我一下。这叫做真心话大冒险，好吗？好，我问你要讲实话哦。好，如果你是观众，你比较想要看一个阿尚，应该不是阿尚，应该是算欧弟尚。欧弟尚在做车子的服务，还是你喜欢看美女做车子服务？那就看美女了。你看有没有很老实？举了这三只就知道了，我不可以说谎。好，这不是三条线。今天我让你美梦成真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不用做事，是哦，我们看美女做事。好，好棒，好棒，赞赞赞。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车真烤漆美容赠品。为什么这么专业的主题？然后呢，要由美女来诠释呢？因为美女洗车给人不同的视觉效果。什么效果？就是眼睛为之一亮的效果。为什么会眼睛为之一亮？因为会焕然一新。我觉得你再讲下去，你老婆一定会把你打死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恭请我们今天的美女。美女。等等。等等。好的，先生，你有看到后边一尊卧佛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刚刚才加固啊。一个不掉哦。啊，你对今天的效果有没有满意？嗯，很好，很满意。你是对 model 满意，还是对清洁效果满意？都有，都有，哎，都有。那以你技师的那个说法来讲的话，因为我发现这一品啊，这个产品有没有？它不是那个专业到一定要是专业人士才有办法使用，是吗？还是消费者他自己就可以？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使用。OK OK， 對對對，那它跟一般的商品比起来，它差异性在哪边？就是它不用，它就是不用水洗。对，因为我发现这一点真的很好，對對對，就是美女她可以很优雅的在那边洗，有没有？不是像那个以前洗车用那龟的弄在当狗狗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一款呢，不只是我们的技师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、我们的车主呢，都可以自己带回去，然后自己优雅、性感的洗车，好吗？我们的 model 可以外租，哦，很贵哦，很贵哦，很贵哦。讲什么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那再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，并且订阅我们的 YouTube 以及 FB， 按赞、分享、还有呢，为我们加加油，为我们的 model 也加油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 Billy Talk Show， Billy Talk Show， Talk and Show。